跟大家都可以用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会看到平常看不到的脏。这就是打灯的厉害啊！这就是摄影机的厉害、啊。什么歌？哇，爆炸哦！这样子我就不用一次泡一整杯，这样子可以更浓。没概念，试试看就知道了。我还有好久可以试，天天都可以试。啊，没空。泡茶，泡茶。行李收行李那是简单的事情。99度，干嘛？拿出来，那是简单的事，你就可以拿出来。我就说过啊。但它这样热水，这样子整个面板都会变湿湿的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因为太热了、啊。第一泡。五谷工厂大火。那边都加剧嘞。500瓶什么？全面呢？我就用 VT 上面写了吗？五谷八里居民。有没有说新庄？可能风向的关系吧。风向。100度，100度，99度，开始。所以第一段是150cc，哇！这是泡茶神器，你要来喝茶吗？它是出水三个出水量是，我记得是150，然后就不知道了。它那马克杯是多少？350之类的，应该是第二段的。啊，我帮你看说明书啊，是你自己看吧，这些是你要用的。啊你最常用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你最常用的。我不会的。我会早上喝水就可以倒这个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杀菌360度过温流式 UV 杀菌。可以杀菌率达到99.99哎，这么嗨！哇！我的摩托车跑掉下去，摩托车掉到铁轨下面。还有。它使用期限的，他说这整个使用期限是10年。啊，你说整台电脑、阀头、软水机，哎、欸，不对啊。唔知它是在讲啥呢？哦，饮水商品5年啊，这是使用期限的，它是叫你5年这个就要丢掉了，管它有没有好，就是为了你的健康。听好了，第一格150，第二格230，第三格300，这最多才300，所以你要喝马克杯，应该就要直接开到第三格。没有啊，300就差不多一个马克杯7分8分吧。对啊，对啊，就一杯啊，所以你要喝马克杯就是第三格。对啊，你看我现在150才对啊。才一滴滴，大概三分满，对啊，所以三格就是8分满的马克杯。他写滤芯过滤水量为60公升。60公升。反正我没有要用。60除以4。15次。15次？哦，你说这个怎样想？对啊，你就是可以过滤15次，那怎么那么少？
个茶耶，太赞了吧！是因为我的灯光的问题吗？为什么感觉看起来很漂亮？嗯。我这样24小时都可以喝茶嘞，太开心了吧！嗯。太开心了。太开心了。每天24小时工作了。喝茶大师，喝茶神器。新加坡人来台湾会冷死，是。哇，30度好冷哦、喔，然后他就会抱着跟阿嬷一样。30度，新加坡也差不多。那你40度吧，不是、啊、他们的差不多跟台湾现在夏天的温度。他们的温度，然后这种是比较，他们的太阳比较暴力啊，这个晒到人会哇超刺的。所以温度是差不多跟夏天。那他们的紫外线应该是爆炸强吧？也都很强，他们也是在海边啊。感觉是灯的关系，我怎么感觉我茶具这个不太一样？你拿去那里还不是一样灯的关系？去厨房，你要拿到厨房去，我要拿去我平常的房间。可是我平常都泡超久了，都黑掉了。嗯。应该就是一个人。哇，这样超赞！我想要喝一滴滴水，但妈妈就不会一直跟我说啊，用热水器调温度低一点。反正你那个跟我没关系，我热水瓶以后也跟你没关系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我的热水瓶啊！对，所以我是说，这两个水瓶以后再也不相关。可是这个出水量很慢的、啊，一碗泡面的要多少 CC？ 500CC 吗？没有。那多少？没有啊，你要看你要泡什么，满汉大餐那种。还要说这一句啊，你泡满汉大餐跟哪一克水量不一样？那哪一克要多少？300吗？你问正确的话。那我们要来吃泡面了吗？哇！那我待会就可以来吃泡面，太帅了吧！太开心了，我的水快没了。哇！水要没了，都被我喝光光了。你今天应该要进厕所了。哇，320哎，所以你这样子来一克，哇塞，来一克这样子一次就可以泡完一整碗，太爽了吧！320，你对啊，他最强最。
第三段是300啊，所以就差不多啊。你这样子一次就可以，然后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，然后回来就有一碗泡面，哇哈，太嗨了！不用啊，因为它出水量慢慢来啊，所以它会一直维持在100度吧。我已经测过了，所以你如果150cc， 你就要差不多40秒啊。所以你300cc 就要2分钟啊。不用了，1分多钟。那肯定还是要加盖。